法马赛斯的一技能，自身获得短暂加速和双抗提升，期间不能普通攻击对自身碰到的所有敌方英雄造成伤害，并且施加锁链。在一技能结束时，若敌方没有逃出范围，则会被法马赛斯拉到身边，并且再次造成伤害。二技能，法马赛斯对前方扇形范围内的目标造成伤害，并且可以裂变一次，若击中敌方英雄，则最多可以裂变三次。技能连招可以使用一技能将多个目标拉到身边，然后用二技能造成伤害。被动技能，在法马赛斯身边死掉的每个单位死掉都会留下一个灵魂，法马赛斯可以走过去把灵魂捡起，可以获得回血效果。另外，每个灵魂可以减少法马赛斯 5% 到 7% 的复活时间，最高叠加到 90%。 大招法马赛斯以自己为中心开创一片区域，若自身或者己方队友在该区域内死亡，可以获得短暂复活。只要在大招持续的时间和范围内，自己和己方英雄的每一次死亡都可以重新复活。再来看一下法马赛斯的装备，法马赛斯其实跟卡加差不多，装备出起来先出助攻鞋，然后你要打输出的话就是做命运刻钟加闪电权杖的组合，然后后面物理防御做统一顺盾，也可以加闪电权杖伤害，然后女武神的庇护，这个也没什么可说的。最后可以做个破碎流年，你也可以不做。破碎流年的意义呢，就是可以无限复活。比如说我们看这里啊，我快死掉的时候，哎，开了个大招，然后接着打，哎，第二次死的时候我大招又好了，又可以复活。第三次呢，我也就差了半秒钟，上一次死亡死的稍微晚了点。真要认真打的话，其实可以不做破碎流年，做那个统一顺盾啊。第一行其实是那种匹配的出装，你要认真排位打的话，最好做第三行的，你就不要打伤害了。第一行是你是要打伤害的，第三行你就完全当一个辅助来打，做一个这个附魔法器来保证一定的输出和冷缩和回蓝的效果，其他都出肉就可以了。然后第二行这个则是纯输出暴力的，就是可以一套秒人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辉迹，辉迹我就推荐你们带辅助的，你就算带输出的也没有必要带法师的，没什么太大用，因为你就一个二技能可以打伤害，一技能伤害也就一点点。带移动速度，然后混合穿透和焦点标记，这个其实没什么太多说的。最后一个那个重振旗鼓，那个可以什么缩短复活时间，这个对法马赛斯来说没用，因为他的被动已经可以减少 90% 的复活时间了。如果你带魔法狂潮的话，他一级如果你二技能命中两个目标，确实可以触发魔法狂潮的，不过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他还是不像卡加一样有单独作战秒人能力的，除非你特别顺风然后六件套了，所以说呢带辅助就可以了。然后英雄克制关系其实没什么的，就比较怕那种周，就是那种强制位英雄把你从复活圈里面踢出来，就比较难受的。其余他克制或者搭档，其实我没想出来有什么东西，或者说可以强保一下 ADC， 别的没什么。我们就进入实战教学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法马赛斯的视频。这是一场四匹啊，二楼是路人，尤朵拉是路人，然后三楼是小星星，四楼是我们的战队新成员空白。五楼是 QIQ， 之前出现过。这个英雄呢，其实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厉害啊。之前直播的时候打的也都是匹配嘛，就做输出装就比较爽，但排位的时候就轮不到你输出了，你就好好打辅助就可以了。但这个英雄其实没什么太多可以教的，一个就是只是一个放大招实际而已。一二技能，没什么太多可以说的，就一技能拉过来，然后人家有位移的。人家跑走了你也跑不掉，哎，开局的时候二技能烧一波弹起来直接半条血，金刚神超稳道直接带走两条命，可以啊，我们吃一波灵魂，然后过去，哎，这个下面那个不吃了，直接过去反野。就是所以说呢，那种打排位呢看着没意思，反正技巧没什么可多说的，不如给你们打几把对吧，比较好看的，如果什么视觉盛宴的这种，哎，会比较舒服一点。哎，我们吃个 buff， 吃个药走啦，别搞我。这边呢，我是想打一个中辅的，但是
尤佐拉去下面了，我就那算了，我就打中路，我都行，无所谓。哎，这边我又弹到了两个人，两个人伤害还是挺高的。这边二技能再弹一下，弹到一个人。不要做法穿鞋，就做助攻鞋。这个英雄经常二三十个助攻的。清兵，这边过来，我们等一下一个二技能。收雷技能拉回，直接瞬间获得双杀。这边一个神乐也死，然后往下路去支援。下路他们人没了，都在这边吃兵，都在中路吃兵，我们去下路吃兵。一技能开过去，二技能，就一二技能唯一的技巧就是刚刚塔里面那一波，对吧？拉回来之后，这个二技能反向开一波。对吧，拉到两个人就可以开两个，一个人就没什么意义啊。一个人因为二技能伤害也不高，他二技能要弹射之后伤害才高，就这么个意思。这个一二零招我之前前面在技能介绍栏里面也讲了。然后剩下的就是嗨了，靠大招去嗨，你也可以故意送死去嗨，其余没什么可以讲的，再拉了一波。而且这个二技能，哎，这个一技能啊，他其实不是就是拉的那种特别近，像钩子或者麦西陶尔那种，它会隔着有一个身位的，所以说有时候其实一技能拉的不是太没有太大用。然后呢就是一技能接闪现也没用啊，就不是特别好判定。你要是特别想用可以用，但是成功率非常低，不是很高，大概10%的成功率，所以说没有意义，还不如带疾跑，一技能开个疾跑冲过去，或者说就支援的时候带疾跑。因为这个英雄虽然作为一个辅助英雄，但其实他的移动速度并不是特别快，对吧？感觉有一种就是扎斯克的那种感觉。说到扎斯克好像说要增强，我还挺期待那个增强的，具体怎么样我没看，但是听说了，说可以和大招融合，是吧？然后两个二技能之后就直接有眩晕效果，还挺期待的，到时候看一波可以重新做一个扎斯克的视频。哎，这边一个大招，我们等一下，伤害没打出来，他们一技能过去，二技能，哎，又是我的残血，舒服，弹两个残血，这边吃口药。比较顺的时候几乎不用回家，你清波兵，然后吃点灵魂血就可以回来。有的人可能说要不要做神域呢，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必要，这么一点小血你加10%的这个没什么东西。然后他大招好像是可以回到70%的血吧，然后点满级之后可以回到100%血，所以说神域对于这个大招复活之后的血量增强也没有太大用处。大招先开一波，哎，但是他们好像杀不死我。哎，这边克劳德死了，在我大招里面复活的，他上去点一波吗？但是这边也没打不出什么输出来，我们要回家了。选择哈利来了，应该看不到我，走了。我现在身上已经18层被动，18层被动就是90%的减少复活时间，就是几乎没有，最多3秒钟就直接复活了。走，对面上路好像打起来了，我们把兵清一下。好，现在赶快过去，一技能开起来。哎，人呢？哎，算了，我感觉赶不及，他要上吗？这边我们想一下，一技能过来，二技能我们原地开个大招，尤朵拉死了复活，还可以放技能，二技能打到2个，弹一下，一技能再冲过去。哎，李顺生你也要死，一个二技能带走。这边趁着哈利追击钢神，我们赶快回城，能不能回去？哎，走了，可以，美滋滋。现在我捡了6个人头，对吧？就很舒服。这个英雄出完闪电之后，二技能伤还挺高的。两个人的话，弹一下，两个人都会扣半条血。但是其实，对吧？你想要靠你自己 carry 打输出，其实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排位就不要想着打输出，就靠大招复活时间来打排位呢。我这个英雄目前胜率是100%，排位其实打了5-6把吧，大多数都是匹配，排位打起来也没意思，就开个大招复活，其余事情交给队友就好了。然后呢也没有太多用处，其实在卡嘉和绝绝在的情况下，你也不可能选这个英雄，大概就这个样子。
对，因为他的弱点还挺明显的，就是就算你可以强保 ADC， 我把你 ADC 杀的时候，他复活是有时间的，你知道吧？然后我就不跟你打就可以了。我比如说我刺客把你秒了之后，我就走了。比如说最典型的就半藏，把你秒了之后我就走了。你在原地复活能干嘛呢？哎，给你多清几个兵，加了一两百块钱，是吧？已经没什么用了。但是比如说你后期打团的时候，打那种阵地战，就是比如说抢大龙，哎，在大龙坑里面你放个圈，对面必须跟你打，不打的话大龙就没了，这种时候还是比较有用的。其他就没什么，就看大招放的时间，有的时候放了大招，就这个英雄嘛，有时候放了大招就很想去死，你知道吧，就不死不开心。但其实你可以不死的，你可以逃掉的，但是就想，哎，我在圈里反正我可以复活，但其实你死的时候也是给对面加钱了，所以说这个自己斟酌一下。然后一技能的时候他是不能开普攻的，然后他也不是免控啊，就是一技能，很多人以为他变成一个影子好像是免控的，但其实不是。哎，这边是哈利直接跳走的，没有被我拉回来。但好像你一技能的情况下好像不会被什么击飞，就是一技能情况下圭尼维尔跳你，他是把你眩晕在原地，不会击飞，我不知道为什么，技能描述里面没写。不知道这样的话，就是圭尼瓦大招不是击飞的情况下才能那个什么吗？也不知道这样的话算不算。赵云这边是死了，一技能开一波收掉人头。啊，锦江神直接跳进去，我们追一下。算了，这边一个目标不好搞。如果是两个目标，我二技能开一下，他们就死了。这边神乐，哎，看到我了，我们就过来推一波塔吧。哎，这边克劳德上，准备一技能过去，二技能弹一波，哇，三个直接半血。三个半血直接没掉，还有一个残血，我们再进去一技能，再一个二技能四杀。这边我们阿克斯大招，哎，我大招，哎呦，我总感觉不是我啊，我马上就复活了。哎呦，本来可以五杀的，死是一定死了，但是我复活了之后，这个阿克斯一定死。我大招刚刚都按了，感觉是延迟的问题，按没按出来，有点难受。哎，要是这个英雄五杀了就舒服了，但是还是就四杀。我们过去，我想吃个 buff 给我吗？哎，可以吃到了。我们这边二技能，哎，又命中两个目标，弹一波伤害爆炸。这边过去，二技能弹一下神乐，哎，你看，只弹到一个神乐的话，伤害几乎没有；但是弹到两个的话，因为他那个，哎，哈里斯死了，哎，不，就哈里死了，因为他那个弹到两个的话，伤害是原来的三倍吧，三倍还是四倍？弹一个的话就没这么多伤害了，而且刚刚那一下弹一个的没有配上闪电，弹三下再配一个闪电伤害就特别高。弹一下的话你看刚刚连那个神乐盾都没有打掉。好，魔女出来了，清个兵弹弹弹，哎，清兵速度也是可以的。过去二技能弹一下，你们被拉了一下没关系，二技能开一下，直接原地开大，再拉一下一个二技能 A， 行，但是虽然是开大了，但也没死。这边再走一波，我不想走，我感觉下一波兵出来就可以吃灵魂了啊！不过可能他们等不到下一波兵了，可以推掉了。二技能清一波兵，哎，不行不行不行，推不掉推不掉推不掉，走走，我们再来弄一波二技能大招，大招开起来，跳过来可以带走。这边也恢复到半条血，冰进去，把这边冰清一下，进去吃灵魂。哎，他跳走了，能不能把他拆了？直接点塔吧，直接点塔吧。好，那我们就很顺利的获得了这个神灵。顺风的时候出闪电加命运，伤害还是挺高的，可以看到。但是其实就虐菜用的，真正遇到高手不可能给你打这么顺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把逆风局吧。哎，我这边37%的输出啊，
先来看一下上期的中奖玩家，上期格兰杰那个视频其实已经挺久远了。问题是大招可不可以主动取消？答案是不行，只有等冷却时间到了才可以。另外少发一个子弹呢，就是可以减少 15% 的大招冷却时间。这个没什么，然后恭喜你中奖了啊，可以获得一个普通皮肤，就是你在视频下方评论告诉你游戏 ID 和想要什么皮肤就可以了。然后这一期的问题呢是法马赛斯尝试过拯救谁的王国呢？想要参与皮肤抽奖的朋友呢，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并且点该视频，并且回答问题，就在下面评论出来有问题就可以参与皮肤抽奖了。好，我们来看下场比赛。这把呢是这个样子的，我开局的时候跟我队友说，我说我想你们要不要玩一些米亚雷拉之类的东西，对吧？你们也死一死，让我复活复活你们，不然的话不好玩。然后他们这个小恩金就选了扎斯克，然后空白选了米亚，然后真的是打得非常辛苦。我打这把之前胜率是场次17场胜率 100%， 然后实在真的不想输，到最后输了还是赢了呢，你们就自己看吧。这个我也不解说了，因为其实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演，主要是一个意识的问题。但是这一把呢，因为我当时录的时候打得特别卡，你知道吧，就是不是网络卡就是手机卡，然后各种那种小 APP 那种弹幕发下来弹来弹去的，然后就很烦就很卡。打完的时候我想就是手机也很烫，我想把手机关机一下，但当时我录屏下来还没保存下来，就是它录屏下来我关闭了之后它要几分钟的保存时间，但是我没有等它保存下来我就关机了，重启的时候就没有了，于是我就翻录了一下。翻录的话就对面视角都看得到了，意识什么的也没什么好讲的了，因为你们就说比如说我知道这里有人啊，或者说我知道这边马上就支援过去啊什么的，你们都可以看到，就不需要我来讲了。然后呢这周末也那个举办了9场比赛，挺累的，我想今天把视频做得出来，这个我就不解说了，你们将就着看一下，可以还挺精彩的。Resurrecting soon. Request backup. Been slain. Enemy mission. An ally has been slain. No. Death is. You have been slain.Initiate retreat!
been slain. An ally has been slain. 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Initiate retreat. Been slain. Enemy killing. Your team destroyed a turret. The enemy has slain the turtle. 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Initiate retreat. Been slain. Enemy unstoppable! Enemy double kill!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You have slain an enemy! Hee-ya!
have been slain. Lord, resurrecting soon. Been slain. Your team destroyed and destroyed. 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An ally has been slain. Enemy legendary! Enemy double kill! Enemy triple kill! It has been destroyed. Rampage!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Enemy legendary! Initiate retreat! 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You have been slain. An ally has slain Lord. Glory of the Empire. Enemy killed. 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Your team destroyed a turret! Unstoppable! An ally has been slain. An ally has been slain. Thank you.
been slain. Enemy double kill. Shut down.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Lord, resurrecting out. Soon. Request backup. Destroyed a turret. Your team destroyed a turret. Been slain. No, death is not my end. Accomplished. Have been slain. Legendary! Initiate retreat! Resurrecting soon. Launch attack! An ally has been slain. You have slain an enemy! Shut down! Double kill! An ally has been slain. Initiate retreat!
slain. An ally has been slain. Initiate retreat! Been slain.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You have slain an enemy. Launch attack. Launch attack. An ally has slain Lord. Attack! Launch attack! Initiate retreat!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An ally has been slain! Your team destroyed a turret! You have slain an enemy! Wiped out.哎，终于是最后翻盘了，来之不易的胜利啊！翻盘点呢，其实就是我们扎斯克一群人，扎斯克三杀那一波，在下面蹲了一波，就我们啊偷了一波领主嘛，然后他们过来清这个领主，我知道他们肯定会往前推一波，然后阴了一波人，那波开始他们就爆炸了，我们的拉普就特别的没什么用，然后我们也没有可以针对对面的拉克斯，哎呸。没办法针对对面哈里斯这个点，另外对面雷拉发育挺好的，一直隔着防御塔啊，就是在防御塔外面点我们的塔，然后我们还不敢出去，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打得那么难受。然后再加上我们选的英雄也是固二英雄，是吧？不过呢，虽然落后这么多，好歹是赢了。那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